天要来帮佩妹剪毛，然后我自己都会有这种剪刀，剪刀啊，我是买那种就是有点弯的剪刀，然后还要打毛剪，然后剪指甲的那种梳头，这必备。接下来我通常都会先剃这个后半部，就是后半部剃完了，然后我才会剃这个脖子这边。Thank you.
1 hour later.